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欢迎海瑞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谢谢渡，谢谢渡边的平安果，谢谢。结账，结什么账？结什么账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0.5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忘了吗？就今天你催我的那个，我要结账是吧？无语，真无语。我们之间不用这么见外的，不用见外。你说好的五秒一条啊，记不到了，记不到了，不记得了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晚上好。谢谢星河的胸针，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别瞎吹。哦，要找口红找半天，要缩地上了。什么要缩地上？这个好看的人，天天想做帅哥吗？我没有天天想做帅哥呀，哪有天天想做帅哥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喜欢被叫什么，老公？老公是大气，笑死。树叶飘转在池塘。谢谢谢谢 Limit 的糖果，谢谢谢谢糖果。光阴的长廊，谢谢圈圈阿爸的平安果，谢谢，谢谢。晚风中闪过几盏从前啊，飞雪中旋转，已不见了吗？怎么今天人这么少呀？emo 了，耳熟，想不起名字这首歌吗？这世界那么多人呀，这没听过吗？这世界那么多人，不一不一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我有个我们。千雪，你骂谁呢？命运中的晨昏。你下睫毛真的很有意思，对不起，姐姐，我是真的没有下睫毛。你看我只要一刷睫毛，它必糊，它必晕。怎么办呀？那是不是拯救你我的下睫毛？欢迎陆白夜。光阴的长廊。导王这有什么意思？导王这拿来看圆圆有意思。眼影好重，哪里重啊？我眼影哪里好重、啊？哇，谢谢谢谢小小的气球小熊，发那么多福真是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还有 ID 姐姐的反图很好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去清源省体力了。下睫毛怪怪的，我已经尽力了好吗？我已经尽力了，不要再诟病我的下睫毛了，真的，我很尽力的在刷了，我是真的一点睫毛都没有，我能把它刷刷刷刷的看着有睫毛已经很辛苦了，真的。潇潇哥哥不辛苦，他乐在其中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
好多话要讲，世界那么多人，可是他不想不想。换只 AZ， 兔卷帽总比兔头发好些。有道理。我是看他的视频认识到我的。嗯，看来小学的哥哥视频拍的真的很好，居然还有人看直拍入坑。看了几遍佛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的下睫毛跟我才难以分清，那怎么办嘛？谁给我点睫毛？谁能给我点睫毛？求求了，真的，谁能分我点睫毛？哇，有美女啊！这么熟了还用夸吗？我们这么熟了还用夸吗？噔噔噔噔，爸爸也是甜哦，那可不。小哥哥拍正义之手跳开了，无语，不要再给我提正义之手了。今天我回翻牌，我看见一条，就我没点开的时候，我看见他说，正义之手真是跳太好了，太有力了，我以为是在阴阳怪气我，结果我点开之后，我发现他是真的在夸我，他是真的在夸我，我的妈呀！不愿再挑图，对不起，一定好好减肥，让你们返图不要这么辛苦了，还要帮我跳，还要帮我修，真的辛苦了，一定好好减肥，励志原图也好看，反而不适应夸了。但是我真的有在认真跳哈，你们都说我搞笑，但是我真的在认真跳。是拍太多了哦，谢谢 ID 姐姐。这波乐晒来了，全秀了，笑死！可能他怎么没怎么看过《正义之手》？是的。哎，这个一桃一，你怎么一天到晚在开铁吹我呀？我真是谢谢你了 ，Rookie 已经尽力了，笑死了。来看看 ，Hello， 吹胡表，什么吹胡表？噔噔。今天练舞辛苦了，晚餐吃了什么？我今天没练舞啊，我不是说了我看错表了吗？我以为今天要排练，结果今天不排练。失眠梦呓，已经两周没有追完的 mini live 看完死了啊！为什么上周不安排我去啊？上周我没有事的呀，这周可能安排我有事，我去考试。若一切都已应验成雨，我能否变成雨？哇，谢谢花圣诞卡，谢谢圣诞卡，救命，谢谢圣诞卡，谢谢圣诞卡。这周没有你，不过有公演，圣诞节会我呀。我只是这周考试而已 ，mini live 没有我，然后18号 mini live 没有我，19号的握手会和公演我都在的。好了，这个月做饭全都给我，哼！刚刚还有人在房间里面告状呢，某人1500买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甘味？刚刚还有人告状，你们考试的一下请三个，没办法呀。我真的为我半年前的勇敢报名付出代价。为什么要勇敢报名？我六级考两次还没过，这是第三次。谢谢切叔的迷路胸针，谢谢切叔，你别听他，哼。好，什么的六级？英语六级呀。下个月拍专场什么呀？我一唱到底吗？我的个人演唱会吗？学个神的走玩逗点儿，
但是我觉得切书要文艺一点啊，切书好听。那你还要考？要考？要。老公英语这么厉害吗？我不厉害啊，我要是厉害的话早就考过了，我还至于去考第三次吗？四级不就够了吗？可是我想考高一点。舒老师改个名字，刘雨婷就不认识。你看我多甜，我都还认识。你全对四级都没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第一次考六级好搞笑。那个时候我进去考六级，我裸考，因为我四级考得很好，我四级考了500分，我对我自己特别的有自信。我想，四级500分，这个六级不随随便便考吗？结果我一进去，那个耳机一戴上，听力一开始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，真的，通篇像天书一样。他们到底在叽里咕噜什么？我开始扣脑壳，我怎么扣脑壳？结果我把耳机绑到了，我把耳机那个上面那个键绑到了，他直接从 FM67 跳到 FM100。然后我就想把它调回来，我发现它只能0.1、0.1频道的调，别人都在认真的听力，人家在涂彩票呢，我在那里按那个耳机，我在那里摁，使劲摁，我想把摁回 FM67。那监考老师看我像看傻子一样，他肯定想这女人在搞啥呀？不好好听，无语死了。结果那次考完下来，我听力全部没听到嘛，我就瞎涂了个彩票，随机挑选一个幸运选项让我涂，然后那次考下来340。我在想，哎，这次是意外，是因为听力没有做好，我下次认真听，我一定六级稳过妥。然后第二次我又信心满满的坐进了六级的考场，耳机没有出问题啊，这次没有出问题哦，这次完美。就是虽然还是听不懂，但是我感觉听到一些关键词，我听到什么关键词我就写什么关键词了，然后320，无语，哼。哎呀，我真是服了，这次涂彩票加做跳跃组歌，笑死我，你要谢谢耳机。哎，真的六级我一生之痛，六级一生之痛。那说不定你上次下图比上次高，我下图真的比上次高，我下图真的340，六级你太低估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我不该这么自信的，我太自信了，所以还是下图，是的。问下董哥们，我买两张票是自动连坐还是手动连？应该是手动连吧，他不是抽票吗？不是抽票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次不会300分吧？不会的，说点吉利的，咱们吉利一点。真的要自动连吗？上次我跟也不是上次，去年我和我的好闺蜜来看戏开机的公演，就没有给我们连好，我们俩坐的比较远，我们还找人挑了位置，厚脸皮找人挑了位置。董哥说了吗？我刚刚卡了，我说啥了？你说啥了？就是说可以连好，他们说可以连好，这次250，别，求求了，好歹350，这次争取425，谢谢，这次请给我425，阿里嘎多，424，不要。不要424，不要啊，挑位置。当时我的好朋友坐在我前面的旁边位置，那是我们已经挑过的位置了，然后我还想厚脸皮一点把他换到我前面来，然后我去跟前面那个人说，我说我跟我的好姐妹一起来看公演，我们想坐在一起，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换个位置啊？然后那个哥很无奈的看了我一眼，他说，这是我自己的位置，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坐呀？啊，对不起，我那个时候突然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这有人拒绝美女，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会被拒绝，还不是会被拒绝？你应该狠狠的撒娇，我不敢、啊。那个更难看一个人，哎，太好笑了吧？嗨，晚上好。
晚上好。这个太牛了，我不理解，我不理解。下午场太好了，可以来看了。嗯，你还没来看过啊？你还没来 CKG 看过啊？之前太爱他不理，他没有想，他可能没有想过找换位置的妹妹居然进团了。我也没看过，那快来看呀，快来看。你的声音让我想起谁啊？第一眼看到烟斗，这是口红啊，姐姐，这是口红。对不起，再也不见了，专门等美女找我挑位置。无语，圣诞节要陪其他妹妹。哦哦，你好大胆 ，big 胆 ，big 胆！你在这里说你圣诞节要陪其他妹妹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来了 ，hello hello， 欢迎。不会又是450吧？什么450？我带个女朋友狗粮撒死朱远远。无语，无语。谁没有女朋友啊？我多的是，陈雨林、骆雨婷、刘雨婷、张帆、谢楠、傅美善，晒死你我！谢谢谢谢可爱的巧克力，谢谢可爱的一二两个巧克力。他们是你女朋友，同事也在。同事有的时候也可以帮我撑撑场子，我让他们谁来营业我女朋友，不会有人会拒绝的吧？不会有人会拒绝的。女性朋友，对啊，女性朋友缩写不等于女朋友啊。我在台下亲，那你敢在台上亲吗？啊，那我不敢，那我不敢，那我确实是不敢了啊。正在洗衣地上起，想你是。太好了，今天艾丽姐姐没有骂我的刘海，虽然我还是没有洗头。还有你不敢的，那肯定不敢呀，那肯定不敢呀。台上还是要正经一点，私下怎么玩怎么闹都没关系。在台上，那公演该好好跳的还是要好好跳。艾丽姐姐好凶，对，艾丽姐姐好凶哦，艾丽姐姐好凶，心好碎 ，Oh my god。我这叫骂，你没见过我骂人，笑死了。你是不是天天不洗头的？没有啊，我心情好了会洗个刘海。我心情好了会洗刘海的。谢和张是一对，你就别掺和啊！这是开玩笑还是真的？他们是好闺蜜耶。你的戒指感觉很不错，那肯定啊，在我们那个什么什么，那个地下商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。观桥下面那个大龙城的地下商场啊，就这么一个破圈圈要我80块钱，我真服了。看来你这两天心情不是很好。对啊，心情不是很好。香港城吗？那个叫香港城吗？反正就是一个地下通道。我还跟他讲价，刚开始上来说120，我说这怎么120啊？我淘宝上面9.9三个包邮。当然我没有敢这么跟他讲哈，我怕被他轰出去，我就说能不能便宜一点啦，然后他说100就少了，我说挣100就能100，我80，结果他马上就答应了，我真的想糟了，还可以再看一点呢，我说儿子他刚买给我，无语，欢迎兔兔。5块卖不卖？我觉得这个进价可能也就。这个进价可能也就4-5块钱吧，我4-5块钱应该说高了，给我一个破圈圈我也能焊，真的是。给我一个破圈，还你一个戒指。问问洛姐价值几何？为什么要问洛洛呀？为什么要问洛洛？5块不干就喊10块，真的吗？带钻石吗？没有带钻石啊，就是一个破圈圈。你说它是个银的，它是个银的，卖80，我的还能接受。
真的银的卖80我接受，你这个铁不铁钢不钢的你卖我80块钱，我真的后面想了一下气晕了。银的380，我觉得银的银子不算很贵吧，银子应该不算贵的。大家可以欣赏一下我拼多多49、啊、对不起，我拼多多49.9买的睡衣，泫雅风怎么样？对不起，刚刚不小心把那个桌子踢到了。泫雅也会跳真心之手什么呀？我会唱 lamps 啊啊啊 lamps 宛如一个紫薯精，你真会夸人，我真喜欢，你真会夸人，那你跳呀，我不跳了吗 ？lamps 啊 lamps 哈哈，明天来我看到这个看不清，别呀，我还会那个噔噔噔 baby。噔噔噔 ，baby， 要哭了，好好笑，是吧？好好笑啊！我的妈呀，我的跳舞，你说我好笑 ？Mini Live 没有紫薯精，我不来。这哪里像紫薯精啊？这明明就是美女特制睡衣，还有那个拼多多啊！我奉劝各位，没有事不要去点开那个拼多多。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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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！救命！我说到拼多多有点激动了，我去关个空调，我真的好热。俺们做的真的 so hot， 我穿这个睡衣。哦，身份证不能被看到。还整点英文，是的。你怎么不用架子？我用了架子，刚刚是直接把架子都踢倒了。疼了要揉揉，你好油啊，油死了。然后我想说一点事情，就是我的耳朵现在聋了，你说怎么办嘛？啊，对不起。各位真的对不起，我刚刚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忘了。不该看弹幕的，哎呦，天老爷！看弹幕我就忘了我说啥了。吃点脑白金。哎呀，人家少女偶像怎么吃脑白金啊 ？Hello， 脑容量滴滴答。算了，先喝口水吧。我工坊人家以为在干嘛？对不起，火锅这点脑花，真的会有人喜欢吃脑花吗？小时候我妈不让我吃，她说孩子不能吃那个，这什么说法？放个耳朵听听，几升的？1.5升。农夫山泉上链接。他骗你，他这样吃，是的，美女都是抱着大桶水直接关嘛，是我的水杯放在盘厅忘拿下来了。你是重庆人吗？我是啊，我死重庆人呀，跟我喝水方式一样，谁不这么喝水啊？中国人都这么喝水吗？哦，哎呀，欢迎北极熊，晚上好，刚刚那个是我妹妹，刚刚那个怒吼的不是我啊，那是我妹妹。注意吗？哎，烦死了！我妹妹老要想帮我直播，你能温柔点吗？哦，对不起。好，现在开始是温柔版追员，温柔。
温柔，温柔似水。温柔的，我想唱一首《女人花》。女人花，摇曳在红尘中。女人花，随风轻轻摆动。算了，还是换妹妹来播啊！别呀，别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妖艳做作，哎，你这人怎么就不能说句好话呀？你从进来到现在真的是就一直在膈应我。今天后花园发帖子吵我那个人是不是你啊？芳芳，你带我走。无语。到时候我把我妹妹也骗进团来，重霸双胞胎。女人花，摇曳在红尘。什么帖子？去看一下，我忘了，反正就是一个吵我的帖子。为什么？西园名不副实，哪有陈以琳？陈以琳我也挺好听哦，好看。什么公演直播，公司长都不是一个人。什么什么的哟，双胞胎都很火，真的吗？在软件上都是我，什么软件上？看看就晓得是不是一个人了。对啊，你就来公园看看我啊，说我公园不是一个人，所以那个镜头确实把我拍得很胖。那怎么在线下看个公园啊？无语。原来你也看，哎呀，新人出道嘛，理解一下，是想看看大家对自己的评价。真人看着更傻，无语。上镜谁都胖，是啊。而且我已经在努力减肥了，今天真的只吃了一碗，真的，我发誓只吃了一碗，没有背着你们偷偷添第二碗啊。是吗？我去看看真人。来呀来呀，来看看真人啊，求求了。还是波儿最爱看，那上面就没说过好话。确实都没有怎么说过我的好话啊啊。老公这么瘦怎么可以说胖呢？对啊，我这么瘦怎么能说胖？年轻人多吃点，不，还是真的要上镜。波儿只爱电视。哎呀，波儿昨天还是今天那个视频真是把我笑惨了，真的，我笑的打鸣。别把自己心态看崩了，我不会看崩的呀，我不会看崩的呀。他乐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啊。他再怎么说也不会影响到我的，尊重一点。你看前旁边前辈捧场，对不起，我换成我在那里的话我也会捧场的，只是我不在现场，非常的遗憾哦。反正我们都知道你是美女。对，老公好可爱，谢谢，夸我的very 有眼光，666666，没有，那个外务是小陈去顶的，前辈的，好像是有一个前辈有事情，他才去顶的。一般吧，真人也就比直播好看5%啊，才好看那么一点点呀。等脱了牙套后更好看，对，我觉得我戴了牙套就。你们看我颧骨这边好凸，就戴了牙套之后就会变成牙套脸。因为你直播不好看，我直播真的好看吗？我觉得我直播真的不好看。老朋友是最好看的，谢谢你，谢谢西兰花金钱呀，你 TT 哦，还想多美美身西施，啊，可能就是女人对自己总是太苛刻了。女人对自己永远都是太苛刻的了，像洛洛长那么好看，她一天到晚给我念叨，想整这里想整那里，我说你是不是疯了？只能用最原来形容美女啊，这倒不必啦。我觉得你戴牙套已经很好看了，脱了牙套就天仙了。哦，这可不兴吹呀，这可不兴吹。西元看别试试啊，没必要。
哇，谢谢熊熊的圣诞卡，谢谢熊熊的圣诞卡，谢谢，今天鸡腿小片子又在营业了，谢谢北极熊，谢谢，谢谢，洛洛还在练战歌，我等下，下播了，我要去跳战歌，战歌真的好难啊，战歌真的好难呀，你们不理解。可爱小骗子，耶耶！这周上几首歌？这时候应该上《安可》，我都学完的，《安可》那个《拉布》哦，什么《拉布勒斯》？亚特兰蒂斯，还有《美丽世界》《Miss Caminia》，我都学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我的站位《安可》，因为上次直播哦，不对，什么直播？出道首演那天我没有上安可嘛，然后前面的几首大歌学了战歌，只学了战歌，然后可能还要再学一首，因为那个新的舞蹈老师跟我们说要学两首，不准不上。如果我能上，我肯定会上的呀。如果老师安排了我，我肯定是要上的。战歌我都要开会了，说是上去跳，对，切出来给我整一个握手会。大哥练会了就能上吗？我不知道，上次反正是没有我的，但是公司有公司的安排，不是故意不让我上的。他们在直播练舞，嗯，上次好像是谁没来，上次有一次他们没来，他们战歌前面没有学到，可能就学习有点吃力。小白老师吗？是的，小白老师，不上全场啊，扑通扑通。扑通扑通没怎么学吧，就学了后面的安可。LXL 是谁呀、啊？老公你好懂事，我没有懂事，是公司有公司的安排啊。你不知道雪儿真名李什么李什么雪，我忘记了。扑通扑通千秋了。是的，我扑通扑通好喜欢奇幻加冕礼啊，真的，我觉得奇幻加冕礼太好听了。我知道雪儿老师大名，但是我不能在直播讲。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不好，我害怕。手牵手也很好听啊，手牵手。我录完歌之后满脑子都是 Mango 恰恰恰 Mango 恰恰恰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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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天真怎么唱来着？请抱紧我吧，请抱紧我吧。北京最近在跳这首啊，我觉得芒果女孩真的挺好听的。第一次我看那个舞的时候，看了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怎么学啊？少女偶像心跳这种舞的嘛，学完整曲了之后真香，真香。就等手牵手首演了，是的，手牵手首演一定要来看哦。真的每一首我都好喜欢 ，Unit 我也喜欢。Unit 我也喜欢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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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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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快进到元旦，快进到元旦，嗯，首先是什么时候首演？就下周，什么下周？下个月应该是元旦就会上，应该元旦就会上。现在我们已经排到怎么讲呢，前面不是有四首大歌吗，然后 unit 过了又有几首大歌，我们已经在排后面的大歌了。先快进到周天，对，先快进到周天。扑通扑通还有几场不太清楚，应该还是有几场的吧，先把圣诞排了再说啊。我觉得我每次上台都是那种才练了几天的舞就要上台了，就不能让我多跳一会儿吗？争取元旦来看。好的，首先手 YYDS。
听一遍《芒果女孩》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没有音源，没有音源。好想手牵手，哦，这手牵手也好听啊。牵手，我们用微笑来传递一直感觉，让人变得如此清晰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记不到词儿啊。下课铃声是 love song 旋律，这种感觉很动听，心跳加速等待遇见你，脸红的表情。下课铃声，记不到词儿了，笑死。才出道感觉已经拍了好多个了。是啊，主要是我学舞很慢，我学舞很慢。下次mini live必须看见朱玄雅，哼。朱玄雅 ，Take a flower， 小二，噔噔噔，呜呜呜呜，噔噔，怎么跳来着？啊，玄雅，我现在只记他那个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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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， 看不到跟啥镜头。不要啊，姐姐，你这样我很难做的呀，你这样我很难做。笑死了！我在 mini live 上面跳悬崖的话，你们又要被你们笑好久了吗？这一只手已经被笑了很久了，我再也不想再被吵了啊！你去问杨姐，她跳过。哇、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人会跳悬崖吗？主要是闪这些，他跳出来有那种感觉啊！我。这么说就不好说，我就是没有那种感觉。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？我没有天不怕地不怕，谁说的呀？我没有这么逼个胆啦，我没有这么逼个胆。我为什么没有脖子啊，家人们？为什么我的脖子这么短呀？传下去也准也没有脖子。你太有自己的感觉吧。我也希望有我自己的感觉呀，可是我的感觉就是搞笑的感觉啊！努力不当搞笑女第一天，传下去居然没有头，头还是有啊，头还是有的，只是没有脖子啊。但是平时我喜欢跳 K-pop 一点呀 ，K-pop， I'm a TT， just a TT。传下去居然有没有头发啊？居然有头发，谁说居然没有头发的？谁说朱月没有头发的？嗯，谁说朱月没有头发？谣言，谣言。看不到 TT， 我要闹了。Twice 给我太会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 ，Yes sir yes。还有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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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我听错了吗？还有什么？Twice歌可太多了，来点啥？I'm a fan， 什么 fancy you， 噔噔 ，I love you， 噔噔噔，fancy you， 什么时候有人爱我们太空女郎？太空女郎是什么？噔噔，fancy you， 啊，忘记了，很久没跳了，很久没跳了。I love you， 噔噔噔，我马上打电话就有90个兔粉来冲你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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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哦，宇宙少女，我是知道那个一路里一路里啦啦，一路里一路里啦，哦，还有那个很扯崩呀很扯崩呀，那个。欢迎谢红小笼包，我看得懂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有什么好笑的啊？一路里一路里啦，我发音发的标准吗？一路里一路里啦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啊！怎么又被吵了呀？真的是，快打电话冲了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，君南。不是一路里一路里拉吗？不是一路里拉？对啊，没错呀、啊，
你看，有老实人，有明白人，一路里一路里来，没有错的，没有错的。谁说我有错？当我们宇宙上就有粉，我炫给你们粉，这不是一路里一路里来是什么？宇宙少女，原价梗包呢？嗯，是正式在下。怎么还没到覆盖？停！来了。哦，还没到，还没到。来啦！这不是一路里一路里啦？这不是一步一路里一路里啦？这不是吗？哼！一模一样，真的是，你说的对，嘿嘿，真不好意思呀，真不好意思啊，一路里一路里啦 ，Hello，Hello， 你咋回来啦？你有剪子吗，蜘蛛？剪子，我早就不见了，我的剪子，我不是之前给你讲了吗？我还问你借剪子呢，是吗？你疯了！啥呀？都忘记了。早，我简直早不见了。拜拜。你是重庆粉？对，我重庆粉。做人 diss 同事，我怎么 diss 同事了？我怎么了？哼！一路里一路里来，一路里一路里来，是这样吗？怎么还有这样？这样。重庆版更有代表，你对同事好凶啊！我怎么凶啊？我哪有凶？你在跳邋遢遢 ，every day every night 邋遢遢，我已经忘记邋遢是怎么跳的。他给他做个表情包，我咋了 ？every day every night 邋遢遢，邋遢怎么跳来着？笑死我了！不好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我跳拉丁他也是这样子，有我的味道，很好。爱豆随饭，爱豆随饭，好凶！我没有凶，我没有凶。谁不知道？谁不知道朱月圆是 CKG 甜妹呢？嗯。谁不知道？谁不知道这个人是甜妹呢？那 Mid Live 艾迪姐姐可以跳一个吗？对啊，可以跳一个吗？艾迪姐姐可以跳一个吗？艾迪姐姐送车的时候能跳一个拉着他吗？还是朱圆圆跳吧？不会，没有胸。没有胸？你这个怎么看出来我没有胸的？以前 Mid Live 都有粉丝表演节目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我自己说了，我什么时候自己？哦，我说过，哦，我说过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这你怎么看得出来我有没有胸的？这我睡衣，以前 mini live 他们跳的挺好的，真好呀 ，ID 姐，速进团，奇奇怪怪。好啦，我们忘记掉我没有胸这个事情。不看头还是挺想剃的。什么我呀？我不看头挺想剃。我啊？什么风评被害？什么东西啊？不看头挺想剃是什么东西啊？无语了，真是无语死了，哼。不看头挺像剃，不看头挺像剃，我的妈！唉，狠狠的被伤到了，狠狠的被伤到了。我说我是剃，会有人信吗？谁见过159的剃呀？
上次跟小青连麦的时候，他们都在说不要爱一，不要爱一，不要爱一，不要爱一。我没，我内涵谁了？我没内涵谁呀、啊？我没内涵谁呀、啊？哎 ，T 也是 T。好了，画风好奇怪啊！我们直播间画风有点奇怪了。OK， stop。这人是 T 的事情暴露了。这人什么时候是 T 呀？这人什么时候是 T 呀？啊，这人甜妹。我是 IT 人士。好，那我是 T 了。好，既然 IT 姐姐 IT 人士，那我就是 T 了。我就是一个这么随便的女人，我就是这么随便的女人。嗯，传下去，做人自暴是 T， 真的没有自暴是 T 啊，真的没有，做人没有。完了，我刘海开始油了。一路里，一路里啦，一路里，一路里啦。完了，我现在脑子里全是这个一路里，一路里啦。是 T 就搞大油头，慢雪吗？慢雪吗？每天一遍，听一遍《正义之手》。T 不一定是穿死，什么读不来，可以是 top。什么？这可不行说啊，这可不行说啊。从吧可以安排男装，男装公演什么？谢谢星空的奶茶，打开 14 也行的。不不，我再盘点开我自己这首的 4 了。性别哦，对不起，怪不得我六就过不了呢。我不喜欢男装啊，我不喜欢男装、啊。脉搏正在蠢蠢欲动，但这个姿态准备从此到尽头，留下惊叹的脚印，随意释放起经过、哦。混沌的天空束缚了我的自由，正义之手，我爱男人，快来男装。奶 T 别唱了，我哪是奶 T， 我不是，你这是要一水成尺，我这个尺是 一辈子洗不了的了。奶 T 别唱了，哼。胜利的教授，胜利的教授，呜、站起来继续颤抖，蠕动，蠕动就过分了，我这叫 wave， 我这叫 wave， 谁告诉你叫蠕动的呀 ？wave。懂什么？真的有努力在帅了，是的，我真的有努力在帅了，真的有很努力了。大风吹来了大力的风，手里如刀锋，阻挡邪恶的冲动，潇洒的脸孔，坚定了心中的梦，别放松，让危险在这世间嚣张，存在不到一分钟。Bad girl， 拥有超速的节奏，阻止个刀锋，阻挡邪恶的冲动。啊！别扣问号呀，家人们，别扣问号呀，扣问号什么？不要。和动物园学会，不要和废弃园城被学那个鲤鱼打挺嘛。走在看露露啊？为什么？露露是 rap star， 我也是 rap star， 我也是 rap star。呜 ，I'm a fighter。点一首《人间规则》，为什么要听《人间规则》啊？我被告知那规则，噔噔噔噔，要看圆圆答题。我不是答题啦，人家是 wave 啦，人家是 wave 啦。有些人唱 rap 笑了，我。说出真相，却突然被所有人冷落。
有的人是胃部，有的人是猪儿虫蠕动。没有，我真的是有尽力在胃部啦，尽力。怎么有人奇奇怪怪呀、啊？这不是胃部？拿全团他只要出比我更标准的胃部，你这是后背痒痒，我这是后背痒痒，真的过分了，这次你真的过了，这次你真的过了，双下巴要动出来了。找不寻的隐藏着规则，太快的预测也算不出那无数模棱两可。紫色猪儿虫，这个 wave 跟我知道的不一样，那是尊元版 wave， 外面很少见到的，要珍惜，看一次少一次。哎，不能怎么说看一次少一次，这个话不对呀、啊，看一次享受一次。还不如紫薯精，你们有点太损了，你们有点太损了 ，stop， 和谐有爱直播间，和谐有爱直播间，看一次后悔一次，想笑死谁呀、啊？想笑死谁呀、啊？美丽如此稀薄，陨落，呼啸而过。可是正因为如此，才有最柔软的角落，能用诗形容花朵。能不能给我画一点眼线，锋利的光泽？能不能给我抹一点口红，涂模糊清楚的轮廓？能不能将我心照不宣的规则下隐藏的规则？唱什么唱哪听？没有，我不是难听啦。情是一种颜色，欲说还休是享受那揣测。唱得好，我也觉得。夸夸，唱得好看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听，真的吗？认真的吗？你是老公，对，我是老公。认真，笑死了，好甜好听，嗯，家人们的鼓励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做人这份柔软，老公如果是 T 的话，我就去看洛洛。啊，我不是 T， 我不是 T， 我不是 T。我不是替做个人的资格，真的不是，我真的不是替，真的不是替。嗯，听啥呢？找不到歌听了。拉下了手，不再分。从黎明到黄昏，还有多日见证？嗯，唱不来。孤独与诗，好呀，孤独与诗。其实我觉得小鞠晨最好听的是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我觉得他好好听，但是我感觉好像没有特别火。I'm missing you every day， 不管有多远，爱的声音都想让你听见。I'm missing you every day， 怎样的世界才能和你相见？你微笑的脸在我身边，或许命运不是所想的结尾，但却依然。怎么没听出掉是我耳朵问题吧？对，就是你耳朵问题。
好了。探云师哦，探云师这个我会，探云师这个我就会啦。你能放过我的耳朵吗？啊，人家没有认真唱啦，人家没有认真唱。能不能好好唱一次？探云师好好唱。那你等一下认真唱探云师，好，但是可能也不是很好听啦，大家将就听听，因为不是很熟。没事，你唱就行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。突然静静。看清楚，越往更高，越是寂寞。没事，我们肯定说好听，好听。啊，你们怎么昧着良心夸我呀？小菊说过，粉丝夸你好，你不是一定真的好，你要看自己好不好。元宝怎么不做个指甲？我真的做了，出道前一天让我卸。我们这边是郊区，感觉什么店都没有，更别说做美甲店了。然后我还当时还是做的那种延长的甲片，我就一晚上硬生生把它抠完了，一个手指甲一个手指甲的抠，疼死我！现在手指甲都是那种抠完没有好的，你看。就是出道的头一天晚上，我在那里抠指甲。你也喜欢抠指甲？不是我喜欢抠啊，是没有地方卸，我只能抠掉了。出道不让做指甲，是啊，出道不能做指甲，不能戴美瞳，妆也不能画很浓的。好奇怪的解压方式，这不是解压呀！你们没有看我刚刚说的吗？是因为要出道。现在是不是做美甲？没做呀，就是我的原甲。现在做不起指甲，现在领的上个月的工资有点太穷了，等下个月发工资了再去做。出道的妆也很好看，对，因为是我自己画的。那下个月工资应该还是行的。是的，是的，谢谢大家给我投的鸡腿，谢谢大家的鸡腿，谢谢。但是我还挺害怕的，因为就是起点有点高，我怕以后如果有落差的话，我会有一点受不了。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。嗯，是粉丝要继续送鸡腿，我哪有这么坏啊？我是你这么坏的女人吗？我是这么坏的女人吗？这个月鸡腿有多少啊？这能说吗？这可说吗？这可说吗？可以说，这个月鸡腿有一万，哦，什么一万？16万多，16万多，反正挺多的，是真的挺多的。不错不错，嗯，大佬会给我凑到20万或者50万，50万我可是真的一点都不敢奢求了，50万是真的一点都不敢奢求。探云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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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前辈我是会洒水，那是前辈啊，我是一个新人啊，我是个新人。虽然我还是有凑五十万的想法，努力吧。我也不想你们太难过，我不想你们过得太难了。欢迎小狐狸，新人每月二十万真的很厉害了。是的呀，慢慢向前辈学习，我会的。你可以从各方面赚鸡腿。什么各方面啊？昨天风味给我讲了几点，就是什么画头像、点歌这些的，好像也没有其他赚鸡腿方法了。陪你一次又一夜，谱下回忆的诗篇，陪你将情节改写。先看看他画工，画工不好的。懂得啊，凑不来哇！谢谢百战圣诞万万圣的圣诞卡，谢谢文倩的圣诞卡，谢谢，好开心，鸡腿小骗子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谢谢文春的圣诞卡，他可以尝试其他的方法。什么其他方法啊？听说你想连麦周香，谁啊？谁说的我想连麦周香？我没有哦，谁说的我想连麦周香前辈？鸡腿骗子都直接要，这不太好吧？谢谢全员动力的圣诞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可以残缺，无解。而你在这里就温柔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是到了月底，你差那么一点鸡腿凑不够二十万或者是十五万这些的，可以跟粉丝讲说，就是差一点或者是自己补一点。但平时还是不会有小偶像直接要的吧？刚刚周翔房间接了个连麦，然后弹开都是你，为什么会是我？如果是李慧前面的话，还能猜是我。为什么要猜周香前面那里？为什么会是我？那这个十五万肯定有的，是的。那你太年轻了啊！我确实很年轻，我今年十八岁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要唱的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要唱，我忘记了。啊，唱不来，我一看歌词就唱不来。我会的好像是另外一首歌，哦，我会唱的是《落花成泥》，对不起，我会唱的是《落花成泥》。18，对，今年18岁了，今年18岁。Hello， 你还要向前辈学习这些骗金和知识？好的，我会努力学习的，毕竟我是小财迷。给你们唱《落花成泥》好不好？蔡雨欣真的不太会，可有空可以连增大前辈，他可喜欢后辈了。哦，这是北八的前辈是吗？我不敢连麦，我社恐。陈真真，哦，我知道他。小陈跟我讲过，陈依林跟我说过，下个月拿到工资就是都好的，好的。必须吃多好的啦。羡慕吃多好的，我也确实该吃多好的呀。上个月还有上个月的工资真的太拉胯了，没有爸我都活不下去那种。远远风灯吹散尘嚣，江南青烟上，乍一位当归入瑶堂，相思泪絮断心头上。是
光亮，本下新月照千里光，与君一别两苍茫。冰冷死去无归期，心等来生再寻如剑去忘不留息。等新人进炉火亭，一碗回香独火欢，心疼清君一品。大雨淅淅沥沥，模糊眼睛，却让曾经更清晰。为君再走一曲，今夕何夕，两手难回天注定。大雨淅淅沥沥，对不起，我这个唱不下去了。你们还快唱的不错，真的，真粉丝，真粉丝，不要饿着肚子，妈妈心疼。你怎么又成妈粉了？先下线，好的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真的唱的不错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吞吞吞吞吞。最后要放慢慢的风向，是望着你在的方向，想你是否也一样。冰冷死去无归期，心等来生再续如剑去忘不留息。等新人进炉火亭，一碗回香独火欢，心疼清君一品。大雨淅淅沥沥，模糊眼睛，却让曾经更清晰。为君再奏一曲，今夕何夕，两手难回天注定。大雨淅淅沥沥，沾湿回忆，恨别离无药可愈。任由晴儿天无意，待云都散去，生命越叹息。令堂少女三里山，这乃是谁？我啊！你这个人也是经常后花园开帖的，到我这来了，无语。刚刚谁送礼物了？我是不是漏礼物没谢呀、啊？哦，原来是没有礼物。是张三连麦的天草哦，这么大的前辈都敢连麦，谢谢西兰花，谢谢西兰花糖果，谢谢。你好，熟悉后花园没有熟悉啊，只是他们确实太活跃了。你也可以，我不要，我不敢，我社恐，我社恐，我是真社恐。你现在学会了吗？我学会了，但是我不敢连人家，我不敢。你又社恐了，我真的社恐，我真的社恐，我真的社恐。欢迎西瓜瓜。回天注定，大雨淅淅沥沥。这是回忆，那你是连重庆的，我看只有亮晶晶前辈在播了，其他都是我同期的，我们平时都这么熟了，我们平时都这么熟了，还说连麦聊天吗？可以试着连周向前辈，人不错的，我还是不敢啊，我不敢啊，我不敢啊。晚点就播了啊！我要怎么聊天？我要怎么开场？我怎么开场 ？Hello， 吃了吗？吃的啥？好吃吗？多大了？天气好不好？郝静怡，郝静怡是 CKG 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郝静怡是 CKG 的。我是陈圆，问我啊，你好凶啊，静姐姐，你对我好严。嗯。或者连一下六六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六六太火了，他太火了。I say baby, you can take me out tonight. I'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 ride. 我需要 only to you. 主要是我不知道连麦了之后说什么，因为大家都不认识，第一次。
第一次说话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挂掉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挂掉。我们教你，跟你说什么，你去连麦。啊，我真的不敢。太火就是要好好的连，认识一识。啊，我不，我真的不敢。先连两个晶晶试试，我不敢。打个招呼就挂十秒钟，那连麦有什么意义？哇，刷脸都好。我叫梁静莲，不要不要，我害怕，我害怕，真的好害怕。Alright. 那你有什么感觉？我敢连骆雨婷，我敢连陈以琳，我敢连刘雨婷，我敢连傅美善、张帆、谢金南这几个，这几个我会连。哦，我敢连。为什么不敢？因为你们五七说他特像嘛？什么特像？什么特像？骆雨婷都跑去干好几个人了。啊，洛洛他不社恐，你连别人都说就当时这些人好，但是这些人是我们平时都一起生活的呀，太熟了，怎么聊也不会太尬呀，我怕我一给人家连过去就在原地尬住。你看就不像社恐，你看见我上 NFC 你就知道我有多社恐啊。你看我说到熟脸说的那些话真的太尬了，看就我自己看回放我觉得好尬，越想越害怕。什么东西？你这叠图不咋叠，我没有叠图，我只拖了这一只，我只叠图，哦，我只拖了这一只。粉丝见面会说啥也没说，我说了啊，我说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本地人，我很爱做这座城市，我也希望以重庆为分号的 CPG40 可以越来越好，谢谢大家。我现在都还背着呢。陈真真的每日低烧，我不知道哎，我没有看过他的直播。连麦就这么说，我连麦我就，哦天啊，梁晶晶前辈连我了，哦，救命啊！
救我啊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谁来救救我？就这么干很好，哪里很好？破胆了吗？没有破胆，并没有破胆，并没有破胆。你觉得梁晶晶帅吗？我觉得梁晶晶前面很帅啊，很帅呀、啊。连下一个吧，多锻炼锻炼。我还要锻炼。我以对梁晶的了解，他慌的一批，我也慌的一批啊，我也慌的一批啊，连上海的我不敢，我真的不敢、啊，我不敢、啊，嗯。救命啊！为什么非要叫我连麦？放过我吧！我真的很紧张，四弟都要连，我很紧张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，是闪亮前辈，是闪亮前辈吗？我不知道，当时雪儿老师跟我讲，他说是梁晶晶前辈的，这不是给你整点活吗？啊！可是我真的会尬住。可是我给你们整的这是尬活啊，尬活啊！你连一个中泰谁啊？我看了一下中泰，只有那个什么奶盖前辈在播呀。朱月圆姐姐好漂亮，谢谢。你的闪子姐是满天都是 bling bling 哦，八百年没用，属于黑历史。你连一个上海大前辈试试？不不不，我真的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随便连个，反正都是你前辈。嗯，你居然知道他是奶盖？我知道呀，为什么不知道？比较社死就是你把吴晶晶的 CP 之哦什么 CP？ 对不起，嘘，危险发言 ，catch phrase。嘘，危险发言。像微风的尾，它轻轻收回。等太阳落后很久，看流星划过天空。ZLY 每天以后每天都要 bling bling， 是的 ，bling bling。等我有时间，一定去重庆看你公演。好呀，好呀，来重庆看我公演。费选前辈在，要不要试试？我不要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，我害怕，而且我害怕我们俩同框，全部都在刷。这左边什么玩意儿啊？别溜溜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真的不敢。连谁啊？谁都不敢连，谁都不敢连，谁都不敢连。舟山挂了，什么舟山挂了？你是我的最大秘密。连搭那些，你们再给我想多一点嘛，这些我一个都不敢连，我不敢连天草前辈。我觉得可以去连奶盖，毕竟人家之前是 CKG 的。哦，什么奶盖？好敬你，我不敢，我真的不敢。连洛子姐，我连洛洛干嘛？我们俩这么少，碰个大个才有流量，我不要流量了，扣花园要开我铁了。后花园又偷钱怎么办？慢慢的走的心，一步步走向你，给我爱的魔力，甜蜜话在嘴里，是告诉你我爱你爱你，天奇迹，爱上改变的勇气，都是因为你。我回铁楼主，你说的对，无语。欢迎那西瓜好甜，朱元姐姐，以后我放假有时间肯定会去看你的。好的好的，谢谢支持。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？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。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。朱元姐姐晚上好啊！你们别给我整这些尬啦！警告你们别给我整这些尬啦！眼影闪闪的好漂亮，谢谢。
昨天姐姐我做鬼游戏看什么呀？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简直是尬的啊！不要叫我醉人姐姐啦，富裕。没有我，你分不清那些差别，结局还能多明显？圆圆子，我换着会回来看你的。等国内开放旅游券，我去看你。你不在国内啊？猪奶奶你好，谢谢。这是谁呀、啊？怎么这么尬呀、啊？我心中最想，这是谁的小号？这个 AVSG9，这是谁的小号？谁的小号？我是新粉，我不信。看头像我知道，肯定是小白菜。哦，肯定是小西兰花。我是海外饭来的。哦，海外饭呀、啊！你是不是给我发过翻牌呀、啊？我是不是有点忘了？嘿嘿嘿嘿。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。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雨要多大，天要多黑，才能够有你的体贴。我弹幕呢？谢谢柚子的糖果，谢谢柚子糖果。这人姐姐人又美，唱歌又好听，我怀疑这婷姐的小号。刘雨天是不是你、啊？谢谢未来到我的一个巧克力，谢谢。没有浪费生活已经足够调味，有阳光下。他在直播应该没时间，怎么这么像刘雨婷啊？这个人，对雨花的歌，表情地图啊。哦哦哦，不明白东南西北，应该左转或右转，导航有时差，只觉嘿嘿嘿。打算播到几点？播到昏迷。看嘛，不连就不会有尬发生，所以我选择不连。通宵直播是吧？是的。播到我昏迷。谢谢大河马的巧克力，谢谢河马巧克力，谢谢。尬一个让我们开心一下，刚刚已经尬死了。可以尬粉丝，建议直播到明天早上，可以通宵直播，我通宵直播。一个冲击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面山顶，看苍天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？触电般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，不同于任何意义。如此的美丽 I'm searching for you Always 不会却不哭、哦、小新最近都没怎么直播，要不连他挺好的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小新前辈太漂亮，太怎么说，那天四周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就是那种自带那种气质。你好烦呀你！这个 AVSG9，你好烦，我记住你了。Anyway， 我的住房就靠圆圆连麦扣了。
别呀别呀，羡慕被记住。我也记住你啊。Green light。 咦，怎么是 next level? I'm on the next level, yeah。 我不会什么，我不会羡慕，这有什么好羡慕的、啊、又不是好的被记住，无语。噔噔噔噔，好了好了，哥，不要再干我了，不要再干我了啊！救命啊！这世界有不有你陪我，谢谢你鼓励我，尤其是你跟我。小猪姐姐好好看。这谁呀？谁呀？为什么要这么吹我？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为什么要折磨我？妈妈，救命！怎么办？只算尬了。属实是没有必要哈，属实没有必要。Hello。后花园开启的好像都被记住了，是的。确实好看，嗯 ，limit 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，嗯，阴阳怪气跟实话我是分得清的。点一首《算什么男人》送给你们，连东园呀，明天后花园预定，我不要，我害怕，我害怕，后花园已经有很多是我的帖子了。噔噔噔，欢迎梅菜扣肉只有肉。没有好的呀，没有什么好的，都是在说我那些坏的，说我公演照片，真的不是我照片啊，我是真的那个公演镜头把我拍得太丑了。有空还是来看看线下，建议他们。照样过，不会很难受，我会默默的接受。反正在一起时，你我都有开心过，就足够。我的温暖，你的冷漠，让爱起雾了。如果爱情画在起雾的窗是模糊。还是更清楚，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是有多天真，就别再隐忍。干嘛扣问号呀？干嘛扣问号？算什么男人？可以连王丹妮。前辈，笑死了！遇到更好的男人，怎么？我放首歌就骂你们了？怎么自己对号入座呀、啊？只是放首歌啦。谢谢燕七七的迷路胸针，谢谢。还靠着你的头，让你掏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，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。哦难过，哦哦难过，我没你照样过，不会很难受，我会默默的接受。反正在一起时，你我都有开心过，就足够。我天若有情天亦老，老老爱缘缘子爱到老。这谁的小号呀？无语死了！你们不要开小号来搞我啊！不要开小号来搞我！为什么要开小号来搞我？
好，我换一首歌，我怕我明天真的没有男粉了，对不起。很土但是很甜，好吧，确实是这个理。很土但是很甜。朱月圆姐姐，我是男粉，谢谢你。知道了，我感觉我都没有什么女粉呀，除了，哦，来握我的，来哦，来握我的还是有女粉的。但是我男粉要多一点了，只要你想，我们也可以，什么也可以。这出剧美得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等你，等消息，等月光。怎么全部都在小号呀？真的是，朱云姐姐，不要叫我朱云姐姐了，烦了，叫我老公。俺是女粉哦，其实你是女粉啊，我的妈！我看你的头像，我以为你是个男粉呢。好吧，头像是一只狗，也看不出来。你还有个 gay 粉叫烧了个烧，他真的犯我吗？他不是300个推吗？嗯。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，手写的永远。烧毁他300个推，对。但是他给我拍了很多福，感谢感谢，他还找我合了2张影呢。烧了个笑，只喜欢听，审视一下自己啊！我不奶 T 吗？啊，我不奶 T 吗？谁敢说我不是 T？ 我不奶 T， 我不奶 T。推比黑好，确实同期，不行说，不行说啊。是我就是看他拍的最近这首关注到你的，当时你是不是觉得这女的为什么跳得这么好笑，你是不是觉得这女的真的好好笑。那这样你觉得我是男粉还是女粉？你肯定是男粉啊，头像这么明显啊。微风吹摇竹林，谁遗留需要倾听，像初般的离开需要片片抚平，记得那年的雨季，回忆特安静，哭过后的决定是否还能惊醒，我傻傻等待，傻傻等春暖花开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爱情回来，青春属于表白，阳光属于窗台，而我想我是有未来。小叮当的包包挺可爱的，我也觉得。我不是奶 T， 你觉得我是男饭女饭？北极熊啊，男饭。你又在乱唱什么？我在认真唱，我在认真唱，救命啊！女粉来了，哦，欢迎欢迎欢迎女粉！猜错了，他也是 gay， 我的妈呀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胖糖果店，为什么我的脸这么大？拿我的头发遮一下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初恋是枕边手写的从前，还记得那年秋天说了再见。这么多 gay， 不知道耶，谁知道他们说是真是假，男人的话不可信。北极熊不是推石狮子的吗？啊，可能就是过来浪一浪我啦，就是过来浪一浪我。去任何地方，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。圆圆子还可怜，我就觉得我好可怜。你好懂。小院旁糖果店，记忆里在微甜，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初恋是枕边手写的从前，还记得那年秋天说了再见，当恋情已走。不像我单推在这儿，你单推我，你单推我，人家口，人家房间我都见你好多遍了，你单推我，哼，哼，谨言慎行啊！
谁可惜单推最远？别画这些大饼啊，谁会信啊？谁会信这些大饼？现在开始你要单推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些话听听就行了，嗯。太拥挤，太多人有秘密。我推你，但不是首推，因为我没有首推。哦。楼上是北京粉丝，什么楼上是北京粉丝？我单身还推你铁蛋蛋，无语死了！可以这么解释的吗？可以这样子的吗？更遥远的距离。那我也是单推，那大家都是单推我的啦，我单推铁，什么单推铁？哎，我好，我看着这些后花园经常发帖子的 ID， 我就觉得他们来看我直播，我就觉得有点大事不好。这周可以来拍拍图了，记得把我拍好看一点。你用最美的愿望很卑微，太多事是我忽略，你不过要人陪。这感觉已经不对，我不是后花园那个人，谁信啊？你的背为我掉过几次泪，专业的会换 ID 来口袋，真的吗？这还要分专不专业了吗？我的妈呀！那个叫梁婉婉本人哦，对，那个叫梁婉婉本人哦，哦，是我，格局小了，格局打开，打开，并列二推之一，那你另外一个推是谁？说来听听，说来听听。还有个叫追人本人的，谁啊？噔噔噔噔噔，老公这么好看，怎么拍都好看。没有，我真的拍出来不好看，我真的拍出来不好看。心疼的玫瑰瓣也还开着，找不到匆匆凋落的花蕊。回到现场却已来不及等待，任何回应都不可得。微弱的风筝等千里飘着，回不去手中缠线的那个。你有蓝天有何必去飞，怎么适合黑色笑颜掉了，雪白眼泪掉了，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，瞳孔没有颜色，结了冰的伤痕。其实我觉得公司要挺接近我本人的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公司照跟我本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，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后花园一堆说我照片的，是因为我公演镜头确实跟那个公司照不是很像，但是我自我感觉我本人还是挺像公司照的。谢谢西瓜的平安果和糖糖，谢谢。我真的觉得你像那个硬糖的念念，哎，随便你啦，你想怎么想怎么想啦，毕竟那个念念也是美女。就当你在夸我啦。公司设备太烂了，对嘛？潇潇拍我的那个 focus 拍出来，我脸都是尖尖的。那个勾眼镜头，我真的……恰恰人中。不喜欢你就会说照片，哎，无语了。黑色笑颜掉了，雪白眼泪掉了，
爱出现的所有。我也觉得公式照就很像你啊。是啊，我真的觉得公式照跟我挺像的。见人没见过，来见我真人啊，来见我真人，来见我真人。故事情节掉了，学校对白掉了。公式照好漂亮，我也觉得公式照照的挺好的。其实之前我们照了一版那个红色衣服的，但是那一套不能用，因为我们是新人出道，只能穿预备生服。全部人都夸你，慢慢就有人提了，有人黑也还行，有人黑我倒无所谓，我就怕没有人提我。我觉得被遗忘被忽略才是在河里面最可怕的事情。谢谢柚子的巧克力，谢谢柚子。看后花园干嘛？好吧，看后花园是我的不好的习惯，以后会尽力改的。没看公园的好处就是能看见红色格子公司长。什么什么红色格子公司长啥呀？你不可能被忽略的，为什么？看见你发的帖了吗？你发什么帖了？发什么帖了？别又是黑我的吧？红色那套公司照，那套不是不能发吗？那套不是不能用吗？老公唱歌真好看，你都不说真好听，真的是。I didn't wanna write a song, cause I didn'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about Don't, but you still hate my song. 都带来了没用。哦，我红色那套真的好丑，我真的无语了。拍了一万张，他们非要选一张我咧嘴笑的。就是我不是有牙套嘛，我每一张当时他们拍的时候，我都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只有一张是这样的，他们把他都选了给我当大头照，我真服了。我说我有那么多张闭嘴的，你们为什么要选我一张咧嘴的呀？他们说这样比较有少女气息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对个钢牙咧嘴笑就是有少女气息了，无语。不然我这就很搞笑啊。好喜欢黄老板的现场，嗯，大家都无语。是的，真的我无法跟你们形容那张红色公司照有多丑。潇潇你看到过，你出来告诉他们我那张咧嘴笑有多丑，就是这样很傻，就是像250一样，记得就行。爱的兄妹最为反正我选择甜蜜，很好看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不要带滤镜啊，你不要带滤镜。点头我就不退后，大天我都可以等候，碰上了真心碰撞的心中，终于和你邂逅，过路反应是受到你的指令。下次我就会回去看一下，而且最要命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那套公式照以后还要用，那套公式照以后还要用啊！救命啊！穿住你，你这样一说很让人期待，真的别期待了，真的别期待了。我觉得我出道这套公式照拍得很好，希望这套公式照可以用一辈子。哪一套？不是现在用这个，是那套红色的。我当时就在说，我说怎么我们第一次拍公司照就可以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啊？因为我还挺喜欢那套红色的，那套红色就是四周年他们最后穿的那一套，然后我戴了个贝雷帽，就当时觉得自己啊，哦，好美，好美。非常有几个月换一次，别换，求求啦。为自由的冲动，如果你点头我就不退后。绿色有吗？什么绿色？
没有绿色呀，没有绿色衣服啊。有一种过度反应，是受到你的指令，连世界也能摆平。一直都乐此不疲，把心态好放心。好美，这也太可爱了，吓死！一杯生服装这套确实很经典。哦，而且当时我问，我们当时红色那套不是戴了很多头饰吗？有萨卡呀、蝴蝶结呀、贝雷帽那些的。我就说这次拍能不能带点配饰啊？不然光这么拍有点太傻了。然后服装姐姐告诉我们，丢了，头饰丢了。嗯，这是服了，这也能丢。你脸上甜蜜的微笑，梦中的暗号，是什么理由？我好想知道。呼呼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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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问号，嗯哼哼哼哼，开。孔孟总的暗号了，哈哈，孟总的暗号。其实出道公演那天我跳的好烂，就是旋律木加沙克铃声。出道那天我真的跳的好烂。CKG 还有预备生的概念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是没有的。我们出道应该就是正式成员了，人好看就行了。啊，你多少出声血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能拍声血吗？我们配吗？我们配吗？老公去睡觉了，晚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配，真的配吗？No no no， 老婆当然配呀，笑死！我想要升学，拍立得各有各的好处。深写他会帮我们修吗？拍的不能修，我真的很悲伤。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，用琴声代替。你还需要修？我需要修啊，为什么不需要修？会修，会修就好。啊，你们有没有看过 CKG 官博发的反图啊？每次握手会他们给我秀的那个，哎呦我的天老爷，能不能不给我秀脸啊？我那个脸他给我秀的真的太恐怖了，还把我鼻子都快磨掉了。我怎么觉得还行，我觉得不行，所以我只看你直播。 笑死。堪比口袋滤镜，口袋其实口袋也没有很那个磨皮啦。我把磨皮关了，你们看嘛。其实口袋磨皮不是很厉害的，我磨皮只拍了46，这就是不磨的样子，这就是不磨皮的样子。其实也没有磨得很凶，口袋我只开了40几，还是开一点，美丽加分。以后申请自己修，可以自己修吗？不可以吧？不可以自己修吧？开到100看看，好呀，开到100。这你看脸都要磨没了，这什么啊？这个100真的脸都要磨没了。我再把瘦脸开到100，这是瘦脸开100，大眼开100，哪位呀？无语。这太离谱了，这个这个口袋的美颜是真的离谱，我不开玩笑啊，是真的离谱。这口袋的美颜什么时候能优化一下呀？你这个瘦脸开了不开还恐怖，这就是抖音的平均水平吧？没有啊，抖音美颜比这个好看100倍，真的，抖音美颜它比这个好看100倍。首先，抖音它瘦脸它会。帮你把这个也瘦一下，它不像口袋一样，它只瘦你的这里。欢迎简单一点，
宝妮眼影闪闪的是什么牌子的好看？这个是那个橘朵，橘朵这个盘，这个盘，橘朵这个盘，橘朵广告费打我账上啊！上链接，一号购物车里面添加购买 ，get 了。好的好的，口红都变更红了，什么口红都变更红了。我今天才知道抖音可以视频聊天，你才通上网，你二 G 呀你！你好专呀，是的，是的，以后如果不在团里，还可以当带货主播。家人们，下单下单，什么？没货了，再补10000单。Vlog 整起来 ，Vlog 可以啊，我要是闲的话就可以拍了，主要是最近太忙了，要拍新公演，然后拍圣诞公演。基本上天天在中心，你们想看我中心的 vlog 吗？先起床，翻口袋，回翻牌，吃饭，躺下，排练，睡觉。一看就没给李佳琦小娇姐加入浪彩什么东西？不是中心不看，算了吧，我们中心乱得像个猪窝一样，还是不看的比较好。有一种过度反应，嗯哼。浪彩已经倒闭了，真的吗？老公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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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安。浪彩都凉了，真的吗？希望我不要凉，可是我今天好凉。鸡腿小骗子今天好凉。完美的 OJ， 就是凉了才敢加入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凉了才敢加入？划破漫长黑夜，香水透露你的方位，像微笑是塞纳河边，哈哈，流星勾引月圆，我逃过圣母院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，冒险开演。大世界像一只蟹，鲜艳的他、啊，你们啊什么？你们在啊什么？什么时候跳一个？现在呀，鲤鱼打挺。你凉不了，因为你有搞笑天赋，会吸引很多人。现在没有很多人来看我直播啦。完美的误解，戏份拿捏最会，爱的不知不觉，却永远无法兑现。尖叫划破漫长黑夜，香水透露你的方位，像微笑是塞纳河边。啊啊！来了来了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梦着面，我跳过圣母院，转身我爱到美丽的。我觉得我指定是有点不正常。大世界像一只蟹，鲜艳的刺是我的识别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派来的间谍。完美特务啊，油还甩甩飞了，对不起。谢谢谢谢谢谢家宝宝的一个巧克力，谢谢你。相信你也觉得我的跳舞姐唱得很好，大家把荧光棒挥一挥。看上去睡眠不正常啊，没有啦，其实平时还是个美女啦。戒烟戒永远没时间，谢谢兰花糖果。好家伙，第一次进来看什么？我怎么不动中国字啊？好家伙，第一次来看一进来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平时都是美女风格的，我等我恢复一下美女形象，等我一下，不慌不慌，好了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 KTG48 五七声志愿的直播间。欢迎大家，要晚上好。绷不住了，绷不住了，家人们。
你能不能正常点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现在才是正常，现在才正常。你怎么上某人？我上谁啊？上谁啊？刚刚就挺好的，笑死了。为家人们献唱一首《马德里不思议》。人鱼在时刻长臂弹奏着抒情，人湖屋顶用拉丁式的黎明，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微醺。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，连脚步都佛朗明哥的声音全在这里啊，唱不来了。像我在乎的人谁哦？像我上一个腿。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才会不约的声音。谢谢雪花的圣诞帽，谢谢。那么想念你的原型呀，左右看了，像我上一个腿啊，怎么都像你们上一个腿呀？救命啊！谢谢长风的平安果，谢谢。的声音全在唱你，明晃的心情对着风温柔回应。还好你是我首个腿，少来，少来，滴滴滴滴。那不离不弃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突然啊！好，我现在首推，你搞笑呢吗？突然间就选的不是美女了。哦，好的，端庄，端庄。Hello， 我很端庄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重庆首推，哦，我可能是重庆首推吧，对，可能是重庆首推吧。我觉得你在阴阳关系，我没有，哪有阴阳关系啊？全团首推，怎么可能呀？少画大饼啦，拒绝大饼，从我做起。不要画饼，不要画饼，不要画饼，不要画饼。完了，我没歌听了，家人们，我歌荒了。那就是说整一点文艺复兴，我们听听许嵩吧。你说全没有饼，下次拿纸给你画一个。好的。咚咚咚咚！哦，是吧唧手推，不信。咚咚咚咚，你是我心中的手推，得了吧你！天空，你这句话是不是复制粘贴给你每一个推啊？角落沙滩起头数云，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，哪怕后喷水往下淋。夏天快要过去，请你少买冰淇淋，天亮就别穿短裙，别再那么淘气。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，万一降落的秘诀给你。我怎么入坑啊？为什么啊？谢谢西兰花的迷路双针，谢谢。20，刚刚没电了，对不起。谢谢星河的平安果，谢谢。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。是送给这首歌的，好吗？就是说在这个直播间看到一两个熟悉的面孔，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要惊讶，新人嘛，让我就很正常啦。谢谢长风的圣诞帽，谢谢。有幻之的颜色，嗯嗯，谢谢长风的圣诞帽，谢谢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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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，深深的你家楼下抬起头出乌云，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，哪怕我喷血往下淋。想听新歌附上，这是什么歌？是徐峰的吗？马丁麒麟，天亮就在穿短裙，别再那么掏心。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，我愿意将我的秘密借给你，你其实明白我心意。我没听过，我只听过《玫瑰花的葬礼》，还有《素颜》，还有什么灰色头像？你灰色头像不会再跳动。我找一找。这像我初中的回忆，这也是我初中的回忆。哦，这是我小学的回忆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代沟。我小学的回忆了。还有清明雨上提问，你是零几年的？我是08年的，我奥运宝宝。清明雨上，哦，清明雨上，哦，找到了。这什么呀？好有年代感的歌呀！欢迎 IO 是。猪的游吟诗人，哦，清明上河图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李玉刚的歌吗？清明上河图不是李玉刚的歌吗？我09年的，可别吹了吧！我08年的，我是奥运宝宝。我怎么眼睛那么大呀？大的好离谱呀！我没有开大眼吧？08年的小学生都听过许嵩、汪苏泷、许鞍他们的歌，是的呢。不要小瞧现在的小学生啊！你的眼睛不是蛮大的吗？是啊，大眼睛。可是我斗鸡眼儿。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斗鸡眼？这个板上走完，你 ID 跟你互换人是不是同号呀？是不是同 ID 呀？斗鸡眼都是美女啊，这也能夸，这也能硬夸，一点点问题不大。我从小就斜视，你不喜欢吗？喜欢啊！夸我为什么不喜欢？我？不是，那是冒充我的，少来，你少来。可没少骂我呢啊，我00的比我少，你00年，救命啊！果然老，谢谢西兰花的平安果，谢谢。建议不要同名会被暗杀，哼，08的小妹妹，是的，是我。QQ 音乐三巨头 ，yes。原来豆鸡眼可以这么好看，还好吧，就是上镜有点明显，平时日常生活还是看不出来我豆鸡眼的，就是上镜，平时我照相啊这些就会有点豆鸡眼。老公晚安啦，晚安，小韩晚安。如果这是斗鸡眼，从今以后我挨吧。真会说话呀，你也真会说话。老婆准备今天几点睡觉？我不知道，我播到昏迷，感觉今天不是很好，完全没有办法叫姐姐的程度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叫我妹妹啊。我初中那会儿唱许嵩的歌，模仿的跟原唱一样，真的吗？这么厉害的呀？我真的我也是，我唱的跟杨丞琳、蔡依林一模一样，反正都是吹逼，谁不会？我也想叫你老婆，你能接受吗？不行，都得叫我老公，全叫我老公，全都得给我叫老公。想听一首《素颜》。爸爸 no， 为什么要叫老公？因为
因为我很帅啊，我就是老公啊。我想认真真的爱上和罗莎老爷爷一样耶，其实你还在搞什么原创，却好像一直这样，不如花点时间想想琢磨一下模样，今夜化了美美的妆。你很气，我是很气啊。我要晃在舞池中央，我做我的改变，又何必纠结？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。如果再看你一眼，是否还会有感觉？当年素面朝天，要多纯洁就要多纯洁。哦，对，我要做甜妹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自己要做甜妹了。嘲笑别人花了脸，等我去打个充电器。哎呦，我的充电插板在上面，好烦啊！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，家人们，没电了。怀念，你说要上去直播了吗？不是啊，我去把我的插线板弄下来。我的插线板在这，看见了吗？这里，我们看不见。谁是铁器？不要乱说话。许嵩最近说的新歌叫《乌鸦》，还蛮好听的，没听过耶，没听过。和美美的妆。好了，活过来了。改变。其实我想听你唱《红玫瑰》，红玫瑰好难哦，红玫瑰好难。原来甜妹只是个幌子，做铁器上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想当甜妹，想当甜妹，想当甜妹。线板，原来我叫充电池啊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做辣妹吗？不能。你定义是什么风格，你就要往这边发展。甜妹啊，我除了当甜妹，我还能干嘛？我还能干嘛？救命啊！浇花，我是浇花，你想什么呀？我不是浇花。哭了哭了，溜了溜了，为什么要溜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溜？为什么要溜？嗯，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。如果再看你一眼，是否？谢谢喜兰花的圣诞帽，谢谢。谢谢。五官好端正，谢谢谢谢谢谢夸奖，谢谢夸奖。哎，今天什么时候下呢？好悲伤啊。猪每天都被夸，我被夸不正常吗？哪有美女不被夸的呀？咋啦甜妹？没什么呀，没事。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，如果再看你一眼，是否还会有感觉？准悲伤了吗？是啊，准悲伤了，准的我真的悲伤。
谢谢向天空分享的巧克力，谢谢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上学是笑话吗？班花都算不上，我还笑话呢。班花都轮不到我的。没有几个算是赢了，虽然这么说很肤浅，但是的确很漂亮啊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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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几个，怎么11点就没有几个人直播啊？啊，漂亮有什么用？漂亮也没有用，漂亮也会糊我啊！呸呸呸呸呸！醉人永不糊，醉人永不糊，溜了溜了。嗯，拜拜。拉了吗，兄弟们？什么拉了吗？突然冷场，没有冷场呀。都走啦，都走了，我还播什么呀？我对着空气讲话呢。嗯，新人都这样，你要习惯。好的。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戴耳机了，可以听见。嗯，没走。好，几岁开始被夸漂亮的？反正不是高中，高中我真的涂的像什么一样，应该是高二高三开始吧。高一真的太土了。我出去回个消息，以为你下播，我没有下播，但是有点想下了，有点想下了。今天累计2500个人来看甜美，可是也没有很多新面孔跟我讲话呀、啊，都是之前直播那些粉丝跟我聊天。嗯，所以什么时候把飞，这个就不必啦。就是说我不够新嘛，没有没有，不是说你们不够新的样子，就是我说没有很多。我禁止断章取义。那我很新，你哪里新？从开播第一天到现在，每天都在，你哪里新了？那我先小号用的新面孔，不要啦，不要去小号搞我啦，每天都是新，无语了。那肯定不在第一天，我是小白菜哦，现在是小西兰花哦。我新，我翻牌都没发过。哎，对你挺新的，确实西瓜挺新的，笑死我。新面孔加一，嗨，欢迎新面孔，欢迎新面孔，谢谢谢谢家宝宝的巧克力，谢谢家宝宝巧克力，谢谢。新粉来了，欢迎欢迎欢迎，谢谢霹雳火的巧克力，谢谢。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。家宝宝要乐要哭了，一柳要哭了。你怎么和我这个702的跟他啊，我我的歌单确实挺老的哈，其实大家都是不到一个月的新粉，我出道都没一个月呢，怎么会有一个月？嗯，好悲伤啊！这个08后歌单真的太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是你的新粉。这确实是有点太假了，我是10年老粉，没必要哈，没必要，真的没有必要。因为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怎么这么晚才来，我都已经想悲伤下播了，好悲伤。我刚刚入河，没必要哈。说嘛，你装什么呢？你塑料袋嘛，这么会装。我
不是鱼，只有七秒记忆，所以是新粉丝，笑死谁啦？笑死谁啦？这个妹妹居然不相信，是不是把人当傻子？对，我真的生气了，我不说，是把我当傻子？我去买东西去了。好的，好的。现在只有老哥可以听，笑死了。你本来就不是新粉，哎呀，好吧，好吧，随你演一下吧，陪你演一下。哇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这么多新粉喜欢我，哇，我真的好，我真的好荣幸啊 ，Oh my gosh， 真的很开心，真的好，很开心，感谢有你们陪我一起成长吧。我的妈呀！谢谢西兰花的一个糖果，谢谢。飙演技所以怎么向他们要送礼物哦，就是点下面那一个，下面那个送礼物，这样听起来什么理，第一次看小偶像你们都这么好看吗？是的，我们河内都是美女，我们都是美女，可是我只能截图啊。为什么只能截图？怎么会只能截图？ Oh my god，谢谢小黄人的荧光棒，谢谢小黄人，谢谢小黄人荧光棒。你这好像大学宿舍，这是我们 CKG 的豪华宿舍，这是我们西开机豪华宿舍。谢谢谢谢圣诞帽，谢谢小何圣诞帽。现在给你送礼物了，谢谢谢谢新人们的礼物，谢谢谢谢。就是说颜值好高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开心。我就只能发弹幕啊，好假啊，你好假。谢谢圣家宝宝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谢谢荧光棒，谢谢。谢谢荧光棒。你果然相信我是新人了。你是不是又是谁开的小号啊，无语啊。你肯定就是谁开的小号。救命啊。谢谢柚子的荧光棒，谢谢。悲伤了。原来这就是礼物啊。是啊，这就是礼物。这是礼物。谢谢万里长风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开心就好。收礼物谁不开心呢？肯定开心啊。为啥我没有好机？反思一下自己，为什么你没有荧光棒？柚子之前天天送一些特效特别久的礼物，真的吗？柚子，你送谁呀？你送谁呀？想知道一下柚子送谁送一些特效特别久的礼物，想了解一下下。耳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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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朵。哦，番茄前辈啊！啊！欢迎梦醒泪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进场消息你也看到吗？看到呀，看到呀。怎么啦？是我欢迎把你欢迎社恐了吗？是我把你欢迎社恐了吗？对不起。没有呢，哦。主要是之前有个人进来说，欢我那个进来欢迎人家，把人家欢迎社恐了。
不是，他那个是一飘而过的，我有些看得到，有些看不到。我一般看到的，我都会说欢迎。我没看到的，那就是真的没有看到了，就真的没有看到，对不起。完全没有欢迎我，欢迎欢迎欢迎妈说，欢迎妈说，要不要我起来给你扭断秧歌，再给你唱个好运来，再欢迎你啊，隆重一点哦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了喜和爱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迎着好运心狂发，他同四海。永远念不对，硕帽 ID 不对，不叫硕帽吗？不叫硕帽吗？怎么这些人刚刚别的地方我们一起看啊、哦？你们刚刚一起看别人啊？啊、哦，信息量收，信息量开始别念了。硕帽，这总念对了吧？看来在别人那团建刚好回来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我只是 Plan B。Oh my god， 原来我只是 Plan B 呀！啊，全是大佬六的，你不要阴阳怪气的啊！不要阴阳怪气啊！到时候要是后花园看见有我的帖子，真的。我拿你试问，我如果说是 Plan C 会不会去？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？能不能给我点面子？我就说自己是 Plan B， 就顺着我说嘛，你就说我是 Plan B 嘛啊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呀、啊？救命啊！就说我是 Plan B 可以吗？为什么你看后花园？因为我没事喜欢给自己找罪受，所以我喜欢看后花园。我是后花园小八，你别怕。好，我是你哦。我是看到帖子来的，你少来了，就你看我的帖看的最多啊。后花园说话又有趣，超喜欢那里的，少来。今天我才看见一个帖子里面有你骂我的，就是这个板上走完，我今天才看见帖子里你在骂我，你还好意思？我怎么换了个直播间 ID 都是一样的？好，别演了，你们中戏毕业的吗？啊，你们都是中戏毕业的吗？被逮到了，可还行啊！今天还在后花园说我照片呢，结果就晚上直播间剪了啊！真的是，下次来换个 ID 吧。你怎么这么喜欢看你被骂的？还好吧，其实被骂或是被夸都是有流量啊，又不是什么坏事啦。Hello。刚好刚来，您好，为什么这里都大佬？没有啊，你瞎讲，你乱说。后花园这一天没有打开了，有人给补挡下吗？就是我看那个帖子说什么西园名不副实，哪有陈颖琳落雨挺好看、啊、什么还称天选吧吧，说我照片什么什么。这人我是提前看不了了，什么提前看不了了？为什么呀？有人骂你会生气吗？我不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生气给魔鬼留地步。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说的话很难理解吗？是我表达能力有点问题吗？看样子你是看到心里去了。我没有啊、哦、有人夸我你会看见他飞起来吗？不会啊。在播，我在直播。哎，小粉丝被大佬们晒出去了。你得了吧，你还小粉丝，别，可不要谦虚。
那出师表，出师表怎么背来着？切勿妄自菲薄，隐喻失意，疑色忠谏之辱也。切勿妄自菲薄，不太懂。破防嘛，你比较吸引你注意嘛？没有吸引我注意啊。那几个经常开帖吹我的，我也会吸引我的注意。我真想告诉他们别吹了，吹了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还会出师表啊？出师表不是初中高中哦，不是高中要学的，不是要背的吗？无语。懂了这个去开帖，不要不要不要开帖，我真的再也不想在后半夜看见我的帖子了，无语。再也不愿看见我的帖子。都是 staff 在吹，没有吧？之前我问过呀 ，staff 他们说没有这个闲人去帮你们开帖啦。是啊是啊，我们都问过啊。作证，我们 staff 没开帖啊。无语。一开始就是四宝 ，C K G 天选，天天看会坏。别骂，别骂我天选了，别骂我天选了。现在就帖子说你是西猪，我看见了那个8848有一个呸。不看我不看一下哈，我不看一下哈。Oh my god！ 你们什么都没听到啊！言多必失，言多必失啊，家人们，言多必失。对，没听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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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你看一下，嗯，我那里有玉米，你煮一个吃吧。你不吃玉米，玉米那么顶饱，你不吃。我想吃什么蛋糕啊、薯片啥、啊。我没有买那些，我减肥呢。我冰箱里面有草莓，你去拿吧。冰箱里面有什么？草莓。嗯、那个不是很顶饿。嗯、看营销不是很正常啊？啊，是啊，我们只看三个和沙雕尔 bot， 笑死我了。我想吃草莓。好呀，错过什么？没错过什么？没错过什么？不像我只看 SH 官网，少来了吧？你一天到晚开十个帖，你还只看 SH 官网，无语死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不像我只看朱元直播，笑死了！为什么不去连麦？因为我社恐。因为我社恐，我社恐。你以为会是什么？我以为会是，我以为会是音乐会啊，我以为会是朱友元音乐会啊，我以为会是什么？你这个问题把我问倒了，朱友元又不知道，一看就不是社恐的样子。我真的社恐，我只是自己话比较多，但是我真的，嗯，嗯。QQ 号在那个我的公告上面，刚刚又有你的帖子，又有什么帖子？好的还是坏的？我要加音乐会，去加呀！要是那个群号搜不了的话，你就去我微博的超话，我的微博的那个超话里面有扫那个音乐会的二维码。写满了200字啊！这么感人的吗 ？Oh my god！ 这么感人的吗？我已经去顶帖了，牛楼主，你是对的，我去看看。真的无语死，真的有帖啊！救命啊！谁是小八，快给我删了！谁呀？谁这么缺德？看帖，谁这么缺德呀 ？Oh my god！ 服了！谁那么缺德？谁这么损？啊？谁？我气死我了！我是小八，马上加金，加不别加金球，谁给我删了？谁给我删了？Oh my god！ 真的真的要气死了。
这个塞纳和哦，我不能念别人 ID， 这个人天天黑我，我早就记住他了。写了啥了？谁删个帖啊？我真的速报 CKG 天选新人爱看后援什么后援会应援会哦不什么应援会后花园，我真服了呀！别呀，我不想被波尔，我不想被波尔谈话呀，我不想被波尔谈话。结果就是你开的呀，结果就是你开的帖呀。哎，我的妈呀！有没有直播间的谁表演一下删帖的？波尔还会看这个的吗？波尔为什么不看？波尔。茂硕还评论哦，硕茂，对不起，又念错了。再接再厉，再开了，别开了，真的别开了，真的别开了，真的求求了，不要开了。不要看我的帖了。唉，你不会自闭了，小布？我真的有点自闭了，我真的有点自闭了，家人们。在后花园开帖只有被骂的份呀，就被骂的份。我玻璃心呀，我真的玻璃心，家人们。我觉得我这口矿泉水喝出了二锅头的感觉，喝出了二锅头的感觉，好悲伤！不要开我的帖了，求求。看我们不好吗？看什么后花园？我没有看了呀！我今天就直播提了一下后花园，为什么要开我的帖啊？我真的 emo 住了。喝下二锅头是不是要流泪了？是的，我觉得我要流泪了。我落泪，情绪零碎，分手在起风这个季节，窗外的落叶。直播喝酒有心情，救命啊！我真的有点 emo， 家人们，我没有开玩笑，真的是有一点点 emo 了，真的。我在很正经的说，你们不要觉得我在搞笑，虽然。我是个搞笑女，但是我也有心的呀，我真的也会难过的呀。真的不要开了，真的，我真的有点难过，不想被骂呀。截图苦求如何？那个韩影视频播放量的帖我发的，小文怎么看？什么韩影播放量？我没有看到那个帖。
真的不要开我腿了。哎，现在贴吧吧。谢谢西兰花，谢谢。我知道。谢谢那个西兰花的糖果。吃的口红都掉色了，但是我喝水喝掉色的。你不是练战歌吗？我练完了那个。没有，弹幕在问我。哦，我也在跟我说。今天看见梦。我被开启了，如何不挡你的舞台，在那个我的超话里面，你可以搜一下我超话。我超话不叫朱月圆，它叫朱圆圆，因为我名字被新浪屏蔽了。欢迎纠结鱿鱼。对，朱圆圆就是我那个圆碟子，朱圆圆，看不出来我社恐，什么事情都是要看出来的嘛。等会儿记得看一下翻牌，好的。你哭一个，开铁圆就爆炸了。干嘛呀？我说了不要开铁啊！我说了不要开铁啊。嗯，问一下，问吧。谢谢群巧克力，谢谢群巧克力。妹妹今天回视频翻牌吗？回呀。这化妆为什么不回？不回白不回。可以现场公演买票吗？可以吧，应该可以吧。我不知道哎，你是粉丝还是我粉丝？我之前都是网上买的。确实，鸡腿小骗子要努力的。是的，鸡腿小骗子今天也要努力。大麦买票打折。谢谢你的荧光棒，刚刚在骂我，现在又来我直播间送荧光棒，几个意思啊你？我在你超话签到八天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释然花的麋鹿胸针，谢谢。谢谢。我哪里骂人了？冤枉！呵呵。我一直签到从你开超话那天开始哦。表扬一下，表扬一下。主要是我不确定可以来吗？但是你是说 CKG 的公演吗 ？CKG 应该到时候买票行的吧？毕竟可能也坐不满，可能也坐不满。还好我都是吹的，没有骂小圆。去超话看到我吃橘子被呛到的视频，然后呢，作何感想？作何感想？笑死我！你每天签到超话吗？签到的呀，签到的。你还送荧光棒？好吧，那谢谢你吧。谁跟鸡腿过不去呢？谢谢你的荧光棒。你们还签到呀？是啊，
你是不是朱委员超话主持人？不是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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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有资格当，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当。陈月瑶签到，怎么了？签自己的超话有问题吗？签自己的超话，我要当我自己超话的主持人，可以吗？我想当我自己超话主持人。谢谢三哥和小鱼仔的生日礼物，谢谢，谢谢。以后不要骂我了，谢谢你。希望你别断签了。好，好，我也可以自己当饭头，我自己当饭头，什么呀？别太过分了啊！别太过分了。还有18分钟就可以签到，好的，我不会忘记的，不会忘记的。你可以自己当单推王，单推王，嗯，自己当自己单推王，笑死我。自己推自己，可以自己推自己的。有钱被错过，真是无语。你是说刘增艳前辈吗？不会这个直播间都是你小号？对，我自己在开小号给自己刷弹幕，让我自己感觉很 red。身兼数职非常风光，是的。欢迎小王，我是托，什么托？你自己当饭头，肯定是看我啊！现在怎么可能自己当饭头啊？我要我们弹幕会让你觉得 red， 是的。谢谢赛德和小鱼的玫瑰花。这12点了，还没12点呢，不是11:43吗？噔噔噔噔！欢迎心中绽放草，谢谢戴王小姐的男朋友的圣诞帽，谢谢，谢谢圣诞帽，谢谢。圆圆真好看，5毛1条，谢谢。记得把水军钱付一下，等我下个月管工资啊！等我下个月管工资，别慌别慌。你结下费了吗？等我下个月啊。谢谢戴王小姐姐男朋友的平安果，谢谢。你见过刘一笑多少次？一次，这我只会见过，然后公演都是公演见。有 WYQ 在，工资不愁。WYQ 谁呀、啊、？WYQ 谁呀、啊？还有工资吗？我要应聘水军。得啦，够啦。你的榜一，啊、哦，嗯，啊，哦。他的 WYQ 啊，西兰花叫 WYQ 吗？我有钱的意思，哦，是这样子啊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啊，说我像美女，谢谢，是我要去的意思。嗯，哎，这个一桃一夜，你我真的我要我嗯，你为什么又开我帖呀？啊，你为什么又开我帖？人家让你删，你还说他谁呀？凭啥？你还在我直播间说发弹幕，你几个意思啊你？他谁呀？凭啥？不是这，嗯，我不理解，他谁呀？凭啥？我。你这是什么？我重拳出击，你知道吗？重拳出击，我真服了。谢谢世人花，我真的啊、哦，
哦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！真是有点气人了啊，家人们，真是有点气人了。你说人家是著名毒瘤，你自己看前骂我的时候呢，我真服了。大哥不说二哥都差不多。YYX 是好人 ，YYX 是谁啊 ？YYX 是谁？哦，杨雨欣前辈啊，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倒是知道的。你怎么都知道啊？我知道点前辈也没什么问题吧？我之前不是看四把吗？知道点前辈很正常的事情啊。笑死我了，你一直在笑我，哼！你不觉，你们没有看出我的悲伤，没有透过我的笑脸看出我的悲伤吗？嗯，都没有人看出我的悲伤是吧？讨厌开开无所谓，如果上上看你需要担心。上上之前来过我直播间，我一看他那个 ID， 我就在想，糟了。结果他给我发几句弹幕，他说什么？哦，谢谢啊，不一摸了，谢谢啊，谢谢西兰花的圣诞树啊，开心了 ，Oh my god， 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呢？开几个腿算什么呢？啊，姐有圣诞树啊，随便开，随便开 ，Oh my god。然后先是先嘴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谢谢谢谢圣诞树。上善若草，他上次来我直播间，他说那个我是新粉报道。我说你不就是那个后花园里面经常开铁那人吗？变脸这么快吗？还是那句经典名言，谁跟鸡腿过不去呢？哇哦，好好看，谢谢。这不是开铁交费的意思啊，这不是，不要乱说啊。女人变脸比翻书还快。只能希望礼物让你晚上别 emo 了，可以睡个好觉。好的好的 ，TTL 太甜啦，谢谢谢谢兰花，谢谢。上上盯上我，不是虎就是腿。你不也盯上我了？少发点我的帖子，我告诉你，少发点，不然我真的重拳出击。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。不发，只评论而已，只评论而已。我谢谢你，我真谢谢你啊！早点休息吧，还要回视频翻牌卸妆呢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是为你累，重庆话深入骨髓。你累了你就去睡吧，累了就睡觉吧。小袁是重庆妹子吗？我是重庆人啊，我是重庆人啊。看直播真开心，谢谢。我也不想走成这个谐星，我也不想走成这个谐星风格的啊。你脸上的肉看上去很好捏的样子，不是看上去，它实际上也很好捏，它实际上也很好捏，帮你们捏一捏啊，帮你们捏一捏。你们学位哪个文学蛮好？你自己去了解啊。要学会发现小偶像们的优点。
好喜欢小猪，得了吧你，你少骂我几句就行了，还要喜欢我，真的是。你觉得化妆难吗？不难呀，这不随随便便化，你看我这个苍蝇腿睫毛，这不随随便便化啊？嘿，嘿，贴吧看起来看看你，谢谢，谢谢贴吧看起来看看我，我的妈呀！可不能这么说，可不能这么说，每个小偶像都好看。怎么来了好多新人？还不是那个什么一桃一叶开的帖，无语死了，让他删帖。你谁呀？谁管他？哦，天，我真服了。我怎么看？我除了开心我还能干嘛？说我长得像美女，我除了开心还能干嘛？确实是这么来的。救命啊家人们，你们听我讲，我不是后花园开帖说的那个样子啊，我不是，我只是一个努力向上认真赚钱的小偶像。不是说这有直播看帖吗？有什么直播看帖，我的妈呀，别听人家乱讲。第一次第一首歌就惊艳我，什么孟总的暗号吗？孟总的暗号吗？老公好，谢谢你。孟总的暗号是什么理由？我好想知道。你别在这里吹这个三德和小鱼仔，你以为吹我几句我就会忘了你真骂我了？我告诉你，女人都是记仇的，少来这套，我不吃。你不是王者蛮厉害，谁告诉你我王者蛮厉害了？你记错了，那是刘雨婷，我就服了。我是鲁阿鲁厉害的，他什么水平？他巅峰2300的水平，巅峰2300的水平。那怎么样才可能让你我生气你？疯了吧你，好都不想，你让我生气你。你就承认厉害，我不厉害啊。我们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的，我真的不厉害，我是真的很不厉害。我罗阿罗，我的罗阿罗真的就只能用离谱来形容了。哪里亮暗哪里，不是等你 S12多快。这个可以有，确实可以可以可以，我 S12去夺冠，我打野给你们看看我的嘉文四世。你要看光剑变装，这个 FMVP 笑死我了。我不怎么看战队的，我不怎么看战队。你可以直播卸妆，我不要直播卸妆。我也想看，可是他不会，我真的不会。其实我是 faker， 没必要啊，没必要。说的像有人会信一样，说的像有人会信一样啊。允许粉转黑不？你不本来就是黑我的吗？还新什么粉转黑啊？没必要哈。你好，谢谢你，晚上好。允许新人转成单推吗？允许。直播三个小时了，嗯，对，我睡了，拜拜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我现在入坑没变哈，
谢谢花苹果，睡觉了睡觉了，拜拜。希望今日的惨案不要再发生了，希望以后不要开我帖了，真的，在这里求求了，不要开我的帖了，好吗？乖。谢谢星河的平安果，谢谢西兰花的糖果，谢谢星河的新吃的梦，谢谢，拜拜。